下乡老庙，这是有名。真正捧一碗番薯汤，安尼行回来哦。啊，是啊，哎，探小金姐。你哦，以后莫阁安尼啊，啊，家己这么忝啊，阁走这么远去买一碗番薯汤回来。坐来吃，来。你坐倒好啊，我跟你吃过好不要，金姐。你啊，以后莫管嘞，好好休困。虽然讲哦，这片鱼汤真好食，但不过我唔甘你遐辛苦。永华，永华，明明就已经这么忝啊，煞为着要买一碗片鱼汤给我吃，走到遐尼远，可唔甘要先休困。你是安怎？你也唔知哈？是不是冷啊？我来同我烧啦。哎，唔免啦，真好食，坐落来。哦，啊，那是好食。啊，你那嘛乖乖啊？因为这碗片食汤哦，好我食着，你对我满满的爱。这本来都是应该做的啊，你我牺牲爱这。我会当做的，嘛加这尔。那是因为我希望这世人能给你生命命，卖搞你老爸死，卖搞你受的委屈，搁真多伤害啊。好，乖，你紧吃吼，啊，你也吃了欢喜哦嘛，对你欢喜呢，紧吃。以后吼，你也想要吃，你跟我讲，不管什么时阵哦，我都不等你吃，好不好？其实哦，只要有你陪伴在我的身躯边，这就是我上大的幸福，也够快乐。静华，答应我，不管以后生活是好也是歹，咱两个长久这么同款，永远都袂当改变。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啊。只要你卖气向我，我能陪你的身躯边，永远拢袂变卦，好不好？嗯。好了，乖，坚强。今仔办有交代，先阿公娘给人藏在什么所在，就要赶紧找出来。若是有机会，就要赶紧救人，大家积极行事。来人啊！来人！当兵上班的女贵宾，千万莫怠慢，要小心伺候。是。拄仔伊讲的女贵宾，敢会就是新郎姑娘？没关系啊，是不是？若是有机会，就要拍，先去看卖，再搁讲。
詹顺义的行为确实足奇怪，不一定甲神兰失踪有关系。李副大人吩咐，甲卢贵宾送物件，交给我就好。假使若是真正的贵宾，哪有可能小慧讲到这么严重？敢不讲，新兰公娘予人看在内面，也毋过直接入去救人，是毋是会有风险？安尼，所来咱是要安怎？等者，我烦恼内底无单数，也毋过若是无入去看卖，永远无法度知影内面状况。什么代志？有刺客，刺客！关飞燕，你敢跟我来这套？这几个人的身影，敢若亲像伫倒位看过，是顶界伫个地府上的，赶紧有找遐个人。敢讲，佫是若予人压在台上关，我是先甲这个人带掉再佫讲。关老板，真是的，这件代志是阮大家办事不力。这摆任务失败，那是眼前上大挫败。这个李显明一定会想搁较侪后步，一步一步针对咱来。对方早就有准备啊，这件代志袂当怪你。恁拢已经尽力啊，不需要自责。说得来，够真侪所在需要恁搭卡手，嘛要请恁随时待命。是。那呢，阮找个所在避起来，等待命令。出去的时阵较细致嘞，千万唔通暴露家己的行踪，知无？钱老板，你放心，大家拢知影要哪做。够是。想袂到，这个人竟然来到天水楼，敢讲
就亲像土林所讲的，袁老板甲黄金的代志有关联。那是安尼，这四个人一定是受到袁老板的指示。看起来，袁老板已经采取行动要救沈兰了。代志愈来愈唔单纯，沈兰失踪，到底有甚秘密？我要好好观察袁老板的一举一动，卖赶紧把沈兰救出来，较要紧。这真好打，竟然招来虎的业工，哈！但我早就知影这个关老板也耍这款乡民手法，一方面拖沙来对付人，啊，另一方面我找人来倒卡救救人。好佳哉，讲我对伊了解，知影讲伊的诡计多端，我嘛早就报复伊。快紧，啊！这关飞燕真正死去顶个无定义，冤冤头。要算要算吼，要算无紧，要算真正要算，要算啊破个大，破个粗残嘞。孙爷，听好势，免客气，拢免写收代念，佮创较险的，这么多计较。是，我即马就来去。已经过这么久啊，阿娘到今嘛都无来救我。敢讲阿娘除了黄金啊，讲人无，根本都无我切查某囝。哎，这真正是人生凄惨的悲剧。家己的亲生老母为了黄金，却无愿意来救你，可怜，真正可怜。可是讲我若是你，我早就伤心哭到死死昏昏去啊！真好，这是你家己选的路。来啊，动手！是是。卖乖！走走走！沈兰无去了后，你拢无食无困，安尼身体变来空的，你是不是先去避一下？我即摆要哪有心情休困？听水月讲的时间都一直不够啊，嘛唔知影沈兰即摆是甚物状况。现在的情形需要你有精神去应付未来的状况，别再折磨你自己的身体，好不好？阿斌娘，不用等我，我自己来。那恁两个实在是真正好大胆，竟然派人私底下去救沈兰。假使讲你若继续跟安尼乌白来，我就让沈兰摊就这杯啊！同款，你想要对沈兰做？哼，关老板，你嘛会惊？唔免着急，目前我是袂对伊安怎。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
假使你若唔肯讲出佣金的下落，你就等咧退钱啦，是不是？佣金无伫我遮，你甲新人放转来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甲你倒找佣金。我是安怎相信你？这个算你运气好，只要你唔放人，我就会继续想办法救人。假使你若无顾新人的性命，你试看卖。你的心内都是为着黄金嘛？黄金无在我家，而且我嘛答应你啊，只要你把心内放回来，我就会答应跟你斗找黄金。感觉安尼阁无够？唔免阁讲啊！我即马抱起个心情，跟你继续算落去。听清楚，今日晡我会伫东平的码头等你。到时阵一手交黄金，一手交人。那到迄个时阵，你人无出现，那安尼心难，对你肯定是伊啊。你若是敢伤害着心难，我绝对让你心无葬身之地。好，我着摕我的性命跟心难性命来小赌一下。要唔过你还看清楚啊？爱赌多一赌，因为无到最后，唔知相输会相赢。你记，家己一人来。假使讲你身躯边有任何人出现，那安尼迄个时阵还袂到，你就先输啊。剩一个死心尔，我看你莫阁坚持啊！咱把黄金交出去，啊那无后悔也来不及啦。咱若是用再把黄金交出去，然后十八王爷若是怪罪落来，就由我钱官我一个人承担就好。关老板，即摆是新人生死关头，唔通去丢毒啊！秦老板，多谢你的好意。心内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哪有可能见死不救？也不过你的命，也靠董事长，伊两个拢是干巧的少年，绝对袂当信任的。咱若是将黄金交出去，唔那无法度救心内。肯定是，肯定是咱把黄金劫走的。到时阵，你们哪会当讲话无算话，甚至阁会当讲明正大把咱抓起来。所以黄金绝对袂当交出去。也不过心难，你心难一定爱救。也不过王爷交代的任务，我嘛一定爱完成的。我只有一日去做。怎么嘞？说到那边来做。秦老板，你带领剩下五百，把黄金搁付掉，一定要真细腻，绝对袂当让人滚走。我知影，不过救新人的代志，这个代志只会当我一个人去做啊。一条外兵你去做得掉啊？阿伟啊，来，坐椅坐椅坐椅，啊，老乡啊，稍等嘞，哦，当兵码头户口，麻烦你较紧嘞哦，哦，来，坐椅哦，当兵码头。
家娘，你应该是天水来分老板对无？嗯。啊，听讲你新郎姑娘无去啊，啊，到即马咩消息哈？你是啥？啥子安尼问啊？啊，无啦，我无其他意思，我只是关心你。无你的代志，有你的车就好。啊，歹势啦，我唔是要趁在别人的秘密，因为天娘说结拜大兄，所以新郎姑娘我拢熟悉啊。原来是安尼啊，也不过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，你走较紧的就好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啊，新郎姑娘哦，是一个真好的姑娘，啊人温柔，佫真好斗阵啊。即摆无去啊，我拢足烦恼的。最近我拖车的时阵，我四处斗问，无到即摆哦，还是无上多事。啊，头家娘，那就什么所在，我斗三工的，做你讲无要紧，我认真去做啊。多谢你。虽然有警告我，爱我一个人过去。停车。头家娘，啊，你不是讲你要当兵要读学校？我搁其他的代志，到这就好。哦。四姨。你四姨哈。大夫你好，啊，恁头家娘在无？头家娘向红哥走出去啊啦。啊，新郎姑娘呢？我等啊。嘛无呢？这么着急出去，敢会是为了新郎姑娘的代志？啊，咱大夫，还是你要坐一下，等头家娘等下才讲。免，我等下再过来。董老板，这拄好你也来啊！啊，你也来做头家娘？是啦，我咧烦恼新郎姑娘的代志，想要来了解状况，看有啥物所在会当去斗相共。昨晚去问过头家娘，伊敢若无想要麻烦别人，所以啥话拢无讲。不过我看得出来，其实生活咧是足艰苦啊，嘛这么坚持，即摆我伫想。我袂人来斗三工，伊就是安尼啦。愈唔讲，咱就愈烦恼。无唔对啦，我嘛是安尼想的。规定啊，今日一定爱问出一个结果。不过关老板无伫咧，出去啊？是啊，内面的姑娘讲已经出去，而且真着急。哎呀，安尼就卡无。哎，伊这么急着出去，一定跟新娘姑娘有代志有关系啊。我嘛是安尼想。杨哥，虽然条件，偏偏都唔知伊人走去倒去。阿杰，大老板，哇，这样多好，让你吃。是啦，啊，我来找关老板，问一挂代志。关老板哦，我谈多啊，才再离开尔呢。还是去倒位？伊讲伊去当兵码头啦，我奇怪的是吼，我再到半路，你讲有代志先离开啊？当兵码头，伊一个人走呢海偏僻所在，伊是要怎呢？头家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你先去保养。哦，哪里？我先离开。给牛一个人走遐去啊！照我看，这个代志真奇怪啊！我想，一定跟新郎姑娘有关的。阿娘，坐过来看麦。奇怪，照正凡速度，应该到，那也未看到人呢。敢会伫咧半路出什么问题？
我一定要赶紧去救心台。安怎，心来？我伫这人啊内面自备车款。你这卑鄙的小人，你给我放出去！等时间也到，假使我若摕不到黄金，我就直接把你扔在水底饲啊！你敢？我啥人不敢？我早就跟你讲过，假使你若无跟我讲黄金藏在什么所在，你是死路一条；假使你若安尼也无来救你，你同款嘛是死路一条。你就是存心爱我死的。我跟你讲，我阿娘根本不知黄金在倒位，你还伊摕什么给你？你已经死到临头啊，嘴阁向硬啊！哎，心来，但你还阁遐少年，生做水水啊，假使安尼就死，现在足可惜的嘞。而且我听人讲，这人若淹死吼，规人是会肿起来，迄喙齿会吐个遮尔长。而且去予饲啊，咬到身躯一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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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迄足恐怖的呢。新来，假使讲你若无想要变到安尼，你就老实甲我讲，你若安尼啊，把黄金藏伫啥物所在？我已经讲几啊届啊，黄金无伫阮阿娘遐。你莫阁提醒啊！咱即马约束的时间已经特别到，你阿娘到即头还袂找？看起来，你那正经是爱黄金卡也爱你这查某囝。哎呀，心安，既然你阿娘这么无情，你先爱我，你还是赶紧甲我讲，黄金藏在什么所在？而且你莫忘记啊，还有一个丹天龙这么好的查甫人伫咧等你呢。恁两人看起来是这么速配。您本来应该过着迄款快快乐乐、幸福、白头偕老、一直到老的日子才对啊！假使讲你若为着迄个无情无义阿娘来牺牲家己的幸福，安尼毋是做唔得的。你莫再讲啊！我真正唔知黄金在倒，我真正唔知影。好啦。该当讲的我拢已经讲煞，我本底是想要甲你斗三工钓鱼，迄是你唔肯，安尼我就活大。你安尼为难我甲我阿娘，算什么查某囝？对，杜总讲我是查某囝，我同款需要你。若是为着达到目的，我会当不择手段，什么代志我拢做会出来。杜飞，你阿娘甲黄金交出来，啊若无成，你同款无命。你这卑鄙小人，你真正是莫叫啊！金龙妈，金龙妈，莫较欢喜嘞，莫较爽快嘞。这个山哪这么偏僻？管了万一个人来这，一定是为了什么代志？是啊，我感觉足奇怪，唔通放你一个人，可以找无人来给他打三工。嗯，来，头前看麦。恁来这创啥？这不是恁应该来所在，赶紧离开！老板，你赶紧找王老板，叫我一个人一虎了。谁？
这应该就是约定的所在，也不过咱无看到心内。阿娘，阿娘，快来救我！我就知影，阿娘袂唔管我的。刘顺业，你竟然敢安尼对待新兰，赶快新兰放开！会用的啊，把黄金交出来。我已经跟你讲过真侪次，黄金无在我这，把人带来水底。老爷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是否是想不清楚、想不明，才阁回答我？啊，若无这次，我正经甲新兰带你水底饲鱼啊！等你即马看到啊，伊去有乖，你拢阿来。较等下，我若是甲伊浸在水底，我真正唔敢想新兰变成啥物款的。关老板，卡叔讲你若是想要看到新兰，伫咧水底安尼豆豆啊淹死，迄款凄惨、痛苦的模样，你若是要看，我就想出来。好，只要你把心内放开，我就把黄金给你。你即马是咧甲我讲条件是？你无迄个本钱。看起来，关老板，你正经是爱黄金，较赢爱你的亲生查某囝。既然若是安尼，我就想出来。来囡仔，就是来等你水底。慢点。好，我就把黄金给你。这张是藏宝图，黄金就伫遐遮，要摕，你家己去摕。想要摕到就无这么简单，先把心内放开。哼，我哪会知影讲你这张藏宝图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还是你当作我是三岁囡仔，凊彩摕一张纸，就想我骗我放啦？哼，我一目睭看到黄金，啊，若无，我无可能遐尔简单就放啦。这张藏宝图绝对是真的，只要你把心内放开，我就带你去找黄金。你免假讲啊！这世界，我无可能遐尔简单就叫你骗去。来呀，你来看。
林英，你竟然来破坏我的后事，都总讲你够卡安那厉害，我都唔相信讲你一届有法度救落来。阿娘，是来，你别怪阿娘，只要看你平安无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阿娘，是来，唔免惊，万天英，紧带是来离开。是来。你阿娘会当无顾性命来救你，我都唔相信讲你忍心，就安尼家己走，就帮你阿娘做你去。假使讲你正用来走，我就一刀将你阿娘抬死。不要！不用的，好啊。你若想要你阿娘活命，提黄金来换。看心内反应甲动作，应该已经知影破裂的秘密啦。心兰，你放心，伊要害是黄金，绝对袂对安怎。你紧走。心兰，唔是你试看卖嘞？要不我提醒你，人死是袂用好生的。快些来离开啊！关飞燕，你们就是讲我唔敢抬你哦。我得等你动手。董老板，万天一，赶紧快些来离开！不然我明仔甲你绑来唔管，紧走！别个，如果别个，这样。董老板，你这摆是什么意思？林顺业，你是诋毁人。既然阿郎被提起，这款卑鄙下流的代志，你把做出来！哼，阮只不过是寡妇办案，对诈去用捡走黄金去。正经对诈黄金这个代志，到尾也拢是假。是安怎你要三番两次来为难这个头家娘？恁中间到底有偌济恩怨？阮只不过是公事公办，一行人不疑。这句呢？断台！什么叫做公事公办？寡妇犯案都没讲证据，你哪一再的诬赖这个头家娘？再讲一句公事公办，都会使阿人来提黄金。这个代志，我杜庆元绝对无这么简单就跟你准赌耍。王金，既然你怀疑头家娘，即摆咱来着提务，把这个代志查清楚。好，咱就来提务，大爷面头前讲清楚。即摆咱就来去。头家娘，停！新南甲玉关，即摆拢安全啦，安尼我就会当放心啊。这个半天音到底是谁？
真正是你。拄才半天出来救我的时阵，我是真感谢。要唔讲我嘛真惊吓。万一这半天真正是你，我是要安怎？别讲，我上惊的代志真正发生了。原来你的武功，你早就会好，你现在怎么骗我？心兰，我不是有心在骗你。我不是。我真正问你的时阵，我问你是不是半天鹰，你现在怎回答我的？你讲你不是，你不可能。结果呢？我选择相信你，因为我相信你袂对我讲白话。想袂到，你讲白话，竟然这么自然。心兰，我真正不是挑工要骗你，我是逼不得已。因为啥？因为我要利用半天鹰的身躯执行任务。所以，你也是在替国民会做代志。无唔对，心兰，是的，我正是无甲你坦白，是因为我惊你会烦恼。安尼啊，林母是掠公民会的人，也就是讲，天亮甲阿娘一定是死对头的关系。天亮，过去的代志我当卖追究，哎，不过你敢袂当答应我，卖阁替公民会做代志啊，好不好？是吗？别讲我袂用的，我求你。就答应我一次，听我一次就好啊！心兰，你别安尼好吧？我不是单单替公民会做代志，我这一切是为了台湾这块土地，为了台湾老百姓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袂用放下不管啊！你不是真关心我，真爱我，那你现在一刀把我放下不管？心兰，我永远。都袂甲你放落来，不管。那安尼，你啥做唔听我的？你去替百姓做真多代志，我即摆只是要求你莫阁做半天，你敢会真过分？你敢会当小体谅我为你烦恼的心情？心兰，你莫为了我好无？是我在为难你，也是你在为难我。我只是希望我爱的人会当平平安安过一世人，这种要求够真过分。心兰，你搁叫我，你答应我，答应我，别搁做半天影好不好？心兰，你早就知影，我是陈天亮，嘛是半天影，这是无法度改变事实的。都是你的答案。想不到你安尼对待我，心兰，你若无都答应我，就莫阁对来。
你放心，只要我把江明辉还有半天英抓起来，我就会当带你离开这。我知影一时间你可能无法度接受，但过你放心，只要我完成任务，赚到英的。心兰，心兰，你是在想啥？阿娘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莫阁做遐尔危险的代志，好无？莫阁掠啥物公理会，还是半天影，好无？心兰，你放心，阿娘有办法保护我家己的。阿娘的任务，就是要掠公理会的人。天龙阁讲。伊绝对袂离开公明会，因两个立场拢遐尼坚定。万一有一天，因两个人要拼生死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恁几个赶紧即摆回头去找，不管是青山内底，还是海边啊，飞弟一定要把人找到，平安把我带倒转来，有听到无？是。进去。天公伯啊，你是安怎会安尼纵容我，害我这么为难？我最爱的两个人，可是死对头。我不要选，我嘛不知道要安怎选。沈姑娘，你哪会一个人坐在这啦？还佫规身躯单单的，是发生甚物代志啊啦？你哪会哭到安尼啦？沈姑娘，你甲我讲，是甚物人欺负你？沈姑娘，我拜托你莫佫哭好无？我看你哭到安尼，我就唔甘的。你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甚物代志啊？你无想要讲不要紧，我无要影响你。无安尼啦，我先送你转来天水楼，好不？好啦，咱先转来天水楼啦。来，谢你。代志过程经过都是安尼，李副大人，这件代志要安怎处理啊？老老板，请坐。叫你去查黄金的下落，你竟然放屁，无法无天，为非三族，败坏官府名声，你这乌白来！大人，你的下手人，差一点仔就伤害无辜母子人命，敢是？是两个嘴皮都会交代，赵老板，你讲了无唔对，这个张水
较想要犯真大的错误，袂当遐尼简单就放伊煞，无唔对，应该处罚。哪里了？二，杖刑伺候。一，行刑。一。只要黄金一天没找到，他两个就不可能帮我耍。现在我若开嘴替孙爷求情，留一条人情线，以后无得卡也用得着。李副大人，虽然我是苦主，但搁好家在，我甲新兰嘛是平安无代志。现在张大人嘛已经受到惩罚了，我看应该有够啊。停！张顺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刚才有关老板替你求情，要若无本大人，绝对无可能放你走。这拢是误会啦。既然今麦已经查清楚，黄金的代志跟我无关系，那恁这件代志，咱就一笔勾销。麦请大人以后麦阁怀疑我。老板，感谢你，真正感谢你，感谢你大人有大量。哈哈哈！也毋过，咱讲真嘞，这个追查黄金是本大人的职务。伫黄金一天无找到，本大人嘛是同款的继续追查。所以大人的意思是，黄金帮我耍。啊，关老板，你千万唔当误会，绝对无可能。讲是针对你，这是本大人职务所在。所以呢，只要是黄金无找到，我继续追查。要不过你做你放心，若无抓到证据证据，本大人绝对无可能去交了天水啦。大人，你这种恶意办案的态度，我真正是看不落去。我会插你头前，以后偷鸡你跟天水佬的代志。你若继续在去乌白母，我杜庆元绝对无可能亲像今日这样简单让咱刷刷去哦。陶老板，你讲这句话有较险，有较严重哦。哼，我嘛是看你较残杂的，唔通将家己不过亲像第八界照镜，但我拢唔是人。是是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怪咧怪去拢爱怪你家己，上过咧办一个代志就办袂好势。甲怪你的情，你嘛看到，对无？大警员唔肯帮人说，我若无演这出戏好看。时间也过去，巡抚大人遐，我这张乌色面，凡事保不了，连你这条命嘛，凡事休矣，所以我必须安尼做，好吧？卖想遐多，为着要顾全这個大局，你甲看卖，咱是不是拢爱吞吞？嗯，大波囝，还要存会久，还困了未？这狗会甲忍，听下。那是黄金这个代志要安怎处理？那即马官非宴的嫌疑上大，
伊甲这件代志绝对有关的。哎，我嘛知影讲关飞燕甲这件代志绝对有关系，用可能什么保存拢已经沉淀了，连伊个早镜拢个掠来啊！你甲看卖咧，到这么，嘛无我着找到这黄金的咯，我实在。拢该忍耐，哦！我知影头拄个葬身之后对你来讲啊，真疼，我拢知。你拍你的身躯，疼我的身，我拢知。好啦好啦，即个我休困一下，管北院暂时莫去找伊麻烦，有听无？嗯。这管北院，害我叫拍个遐严重。我绝对不可能遐尼简单就放伊煞，是安就对。你只要把黄金找出来，放我面头前，天水楼，我随当掠厝掠鸡仔鸟，给三个无半只，太个寸草不留。管北院道歉完一定，全部给掠起来，管个西三母替你出一口气，安尼好无？啊！你做你放心，本大人绝对替你出一口气，在乎？一世人，心兰，你若无都答应我，就莫阁回来。心兰一定对我最失望的，我家己嘛最艰苦。代志咱参参做一回，黄金和头文厝知府衙门去按，我看到迄几个人匆匆忙忙，塞着班车，过无几工，这个人阁夜探知府衙门，最后竟然伫天水楼出现。然后，官府的张顺义为着被关老板交出黄金，竟然无想把新人押走。看起来，黄金确实伫了关老板遐。不过，伊是安怎要做这个代志？当年爱我对在伊，确实有伊的道理。不过，今晚我是要怎甲统领报告？我若是照实讲，就等于是甲新兰阿娘作对。伊是新兰唯一的亲人，万一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是要怎甲新兰交代呢？老板娘。有要紧吗？我无代志啊，我是咧烦恼心难。万天应该救走以后，到即马阁无看人，也毋知即马是安怎。是你莫烦恼，迄个万天伊啊，伊咱大稻埕是上出名的田家重地，是咱底下绝对安全无代志啦。哦，多多爷，今仔真正足感谢你的。那不是你斗三工，恐惊我即马已经去医院了嘛？头家娘，那讲到这里，你也真无意思。正经我都有甲你讲，啥代志一定爱甲我讲。结果呢，发生这么大代志，你都无甲我讲。
我就想讲，之前已经给你了真侪麻烦，我就歹势阁麻烦你啊。朋友敢需要这么计较？加在我其实赶到位的，啊，若无强调以后，咱无多过再见面啊。我头家娘，我是伫破心肝伫甲你交杯，跟咱见过。杜大爷，大家拄着代志，你拢会安尼搞到三更，安尼支持我，对我来讲，安尼已经够啊。头家娘，以后我不准你搁再安尼冒险。若拄着啥代志，一定爱找我来参详，知无？我知影，以后若拄着啥物代志，我一定会找你参详的。头家娘，其实啊，唔然我关心你，陈大夫啊，昨嘛甲我做伙伫当兵码头，你后壁安尼尽心尽力伫甲你斗相共。这款毛气，大姑娘，是你想啥？我看后边你俩拄着陈大夫了，嘛应该爱甲讲一声多谢。这我知影，我会去解释多谢。心南，心南。你回来啊，没事啊。关老板，高定，不用做，我已经没事啊，多谢你到三哥。没啦。你人会当平安上重要啊！安尼我临江再来看你。关老板，既然今麦是咱姑娘无代志啊，安尼我就先告辞啊。心南，真实嘞，害恁烦恼啊！我这么人足忝的，是不得去房间休困。头家娘，卖给我那木头夹夹，卖烦恼啊。嗯。心难回来啊，我是有较安心啊。嫌我拄着这种代志，我惊伊会受到惊吓。我还是入去给他看一下啦。进去，进去。在你平安回来啊，有受伤吗？啊，阿娘看卖嘞。心南，阿娘对不起你，阿娘无好好保护你，才害你去往掠走，害你受到惊吓。阿心南，你是安怎？你一定是受到真大的惊吓，对无？唔免惊，阿娘会替你当分担的，哈。是你要替我当分担，还是爱我替你当分担？讲话啊！你哪唔讲话？心太。
你就是藏黄金的地道，对不？我咧听你解说啊，你哪唔讲话？我想要听你跟我讲，你会送我一条破链，甲黄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会送我一条破链，是因为你爱我，不是想要利用我，不是利用我来阮妈黄金的代志。心兰，你听阿娘讲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，不是我想安尼，无是安那。拜托你跟我讲啊！你跟我讲啊！心兰，阿娘，我自细汉就无阿爹，你敢知影？我大概看到家辉，我陈大夫疼惜的模样，我真正足心酸的。那是会当让我选择，我甘愿做陈大夫的查某囝，我嘛不爱做你的查某囝，因为我只予你利用。你哪会当对阿娘讲这种话？我敢有讲唔对？你常常跟我讲，你是上爱我、上关心、上保护我的人。阿唔过。经过这件代志，我总算是知影，你的眼内只有黄金，根本无一个查某囝。你的生活这个嘴皮，是我讲到你的心思，你感觉真见笑对无？心兰。我是把你的性命看得比我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，敢讲你敢想袂到？你刚才看到陈大夫真疼惜家辉，敢讲你拢感受袂到阿娘对你的付出？我若是无要紧的，我明仔日孙爷把你抓走以后，我就来忍受伊对我的口舌，对伊轻声细碎。我若是无要紧你，我哪着这么着急，死个去找人斗相共来找你？我若是无要紧你，我哪着爱你的尊严，用刀甲我阿条的时阵，我完全拢无可能，我着想要用我的性命来换你安全。这么侪天来，为着你的代志，阿条是食袂落，嘛困袂去，我想要到你竟然。阿娘，你对我的付出，还有关心，我不是无感觉，我嘛不是不知影，我只是想要跟家辉同款。有爸母疼惜，迄种单纯的爱，简单就好，莫有任务，莫有利用，安尼敢袂用的？小娘对不起你。阿娘无法度给你一个单纯的环境，害你伫对我咧吃苦，害你受着惊吓。阿娘，你可袂当答应我，莫个心兰，人生有真侪代志。拢是不得已的，所以阿娘无法度答应你。也毋过阿娘给你保证，阿娘以后绝对会好好保护你，袂阁让你拄着亲像今仔这种代志啊，好无？
心疼呀。有啦，万天英带你离开，安尼最后是本公主送你回来哈。万天英救我了后，伊在半路就离开啊。后来我一个人回来，啊，等到本公主，伊看一个人，才好心送我回来。心兰，这几天你受苦啊，不都一定真痒哦。你先换一下衫，休困一下。我叫阿玲哦，去遐烧水，予你洗身躯，顺便准备一寡食的物件，送过来予你吼。放弃的灵魂，天龙也无可能放弃半天鹰的身份，我是要安怎才好啊？安怎？去完刚答应借钱啊？是不是不答应啊？伊唔但唔肯答应，佮阿妹佮臭头，真正我要气死啊！你是佮佮伊冤啊？是？伊遐尔无情，我当然佮伊冤啊！你是安怎要佮伊冤啊？你是安怎袂用的吼？为着后头厝，卡忍耐的，好好求伊，叫伊甲阮斗三工。啊，拢什么时阵啊？你搁伫咧塞心地啊？阿嫂，我为你受了遐尼济委屈，你煞一直怪我。你真正想讲我欠你的哦？莫讲遐尼委屈啦。只要你较用心的，我相信哦，去完一定会答应啦。哈，讲到遐尼简单，无你去借啊？大概对的代志都了做太死鬼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什么代志哦，莫再来找我啦。知啦，你的心哦根本就无在后头厝啦，找你哦嘛无采工啦。以后哦，我袂找你斗三工啦。你伫度家受委屈了，嘛莫来找我哭。好啊，即嘛无代志啊。哎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即马要赶我走啊？这是本家的祖厝呢，我要踮偌久就踮偌久啦。哦，是不是客兄要来？我伫这哦无方便。我甲你警告过啊，不准你讲迄两个字。土客兄佫惊人讲哦？你即马吼，规头壳啊，拢是迄个客兄啦。做啥物代志拢无心啦，无怪哦。去完逐工走去天水楼，嘛无愿意留伫厝内面陪你啦。你踮去啦！你敢用嘴破我？你为了讲安尼歹听，谁让我唔敢？我为恁吞忍二十年的委屈，怪何你安尼糟蹋啦？笑死人！是你家己含慢啦，袂晓你哦。给你多家的机会，好好站稳家己的地位。即卖代志变安尼，拢是你自找的啦！我予恁害到这么凄惨，你讲话讲这么刻薄，我今仔总算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原来哦，你是一个乌心瓜、歹心的查某。你讲话哪会这么恶毒啊？我已经真客气啊啦。我看哦，阮阿兄事业会失败，而且愈做愈凄惨。拢是因为娶了你这刻薄的查某去带衰，你愈讲愈超过哦。
继续讲，就莫怪我无客气。讲就讲，我惊你哦。本来遐若是想要转运哦，嘛无需要甲别人借钱啊啦。归去甲你离得较紧啦。你怕我？安怎？我忠孝如母啦。你讲这种恶毒的话哦，我代替伊阿娘教死你，拄仔好尔啦。你说你啥？你怕我？我惊你以后干死你，干死我！我干了干死你！安怎？为什么干死我俩？你做这种代志，你想要做？先动手的啦！我动手是你欠架势啊！你唔得欠架势。今日的代志吼，你甲我记，我一定会让你好看。做唔到代志，搁加红声。卡叔哦，唔是代良，伊是应华的小妹。我早就四界讲啊，予伊伫咧大稻埕，无我都徛起。哎，我哪行位这边呐？真正有气到头拢戆去。真正伫啊！我着想要甲你见面，想讲来遮看看，想要告讲你正经伫啊。这着表示讲咱的缘分，安那找嘛找袂离。啊，多谢你迄路的教导阮阿嫂。无啊，安怎呀？是你阿嫂讲啊，行。啊！你的头髪拢无乱，哪会规看起来安尼乱糟糟啊？煞毋知影，阮阿嫂叫我去甲欠员借钱啦，结果我借无伊就闭面，出手甲我拍。啊！你看，啊，还佫有啦，还佫遮，还佫有遮啦。啊！伊出手哪会遐凶？啊！你做实在做超过呢。就是讲啊。够唔拿嘞？伊搁阿顺嘴皮，你看。看袂嘞？哎呦，啊正经有淡薄仔正经嘞。安怎？即马敢要还搁会听？嗯。好佳哉，你赶来陪我，若无我真正互伊气死。我勒想。我为阮阿兄阿嫂做遐尔啊多，搁扣因嫌，实在足不值的。是啊，但是安怎你身躯边的人拢袂晓替你想，你安尼足可怜的。你即摆应该了解是安怎我遐尔怨叹了吼。是啦，这我拢了解啦。啊对啦，我拄则看到你行路安拜一拜者。你是安怎哈？这拢是杜庆元害的。庆元，伊是做什么代志？
讲起来话头长，总共一，拢是因为杜庆元为着这個官非宴，阻止官府办案，所以我才安尼啦。又阁是官非宴？是啊，都是杜庆元要替官非宴出一口气，所以就逼这地府大人对我用刑，我拍到强要疼死。伊哪会安尼做啦？唉，无法度啦。当查甫人哦，伫咧家己心爱查某人面头前，总卖表现讲伊家己有偌厉害，偌尔有英雄气概啦。所以哦，伊啥物拢会做会出来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庆元超工伫咧迄个查某面头前安尼做？迄是你无伫现场，啊，若无你都会当看到因两个人伫遐咧赛目舞的。还佫有杜庆元是我伫遐照顾这官非宴的。因两个真正伫正人面头前，啊，拢唔惊人看到。但伊即摆的目睭内，敢还佫有其他的人吗？庆元从来都唔捌替我出气。即马竟然对伊个狐狸仔遐尼好，所以讲，你千万唔通阁对杜庆元抱着任何的希望，还是好好暗算，咱两个来将来比较较重要。你讲得无唔对，我以后袂阁对这人冷心啊。对。啊！你的伤够要紧，敢会疼哈？足疼！你是走去倒啊？啊！我为着从前的代志，一粒头两粒大啦！啊！你安尼两细啊两细，我哪有啊？我是出去办代志啊！你办什么代志？我听人讲啦。你带一队人去天水楼找姑娘啦，有这款代志无？无唔对，我是有这款代志，啊，不过我是去救人呢，这跟我什么唔对啊？你讲什么笑话啊？你跟你什么关系？你需要用这么多精神去救伊，伊是我的朋友，安尼总会用的吧？什么朋友？你人娘不准你去天水楼啊啦！什么朋友？你心思吼，搞去个药房啦，有听到无？好啦好啦，义勇啊，你莫安尼皮皮啦，啊！这届阿平的代志已经影响到银行的经营啊啦，你若无要倒想办法，银行若是破产，你就啥物拢无安尼。我有啊，我嘛是着急的啊，着急，干那样做一支嘴啦。啊，银行的代志也毋是我会当做主的啊。即摆如果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我是会当安怎嘛？啊！你这款态度，我是要怎好心将银行交你啊？英华，金枝啊！阿娘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哈！你哪安尼啦？是歹问啦，你带我来，我带你来。哎，对对对，阿娘，你才拄转来呢，哪会阁要出去啦？无你的代志啦，你等要出来啦。好了，咱进来。我来，我来。陈月，你快点来，我想替你包药啊吼。我看你口水拢发红安尼，若是无我药哦，时间若是恶化，安尼就麻烦啊。姐啦吼，这个杜庆元也够官非宴，我绝对不遐尼简单，放你耍。好啊啦，莫生气啦，就算你想要报仇，嘛爱等你的伤好才去讲啊。你要好啊，搁忍耐一下吼。你哪里去啊？啊，你不是去找新郎姑娘哦？
人已经找到了啦。找到啊？嗯，啊，找到你来看起敢若无欢喜啊？啊，是丹天龙找到啊？人是我找到的，我根本就无看到迄个丹天龙。你敢知影？我发现神南宫女的时阵，伊是一个人伫街路伫哭呢。我看伊哭到遮尔伤心，连我的心嘛对咧安尼结几球，你知无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哪会知？我问伊，伊就唔肯讲。我即摆只要想到伊迄个时阵模样，我的心情就乱糟糟。新南宫娘会安尼，是毋是甲丹天娘有关的呀？你莫阁讲到伊哦，伊丹天娘根本就是一个无路用的查甫人。哼，那伊照我看起来，即摆会当保护新南宫娘的，干那我一个人尔。阿兄，哦，看起来你对你家己真有信心哦。那是当然的。尤其是即马，是咱公娘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伊的身躯边主要有一个查甫人会当回我口的。是咱公娘出代志，天良无离的身躯边，敢讲因两个之间出现什么问题啊？好啊，赖一天，我知影你是烦恼阿兄，你放心啦。新南公牛的代志，我自有拍算，你免替我烦恼。嗯，对了，我赶快去办证书，到尾阿爹回来的时阵，佫加骂佮臭头。较认真呢。你家己嘛是啊。阿爷。嗯，阿叔你哦。我知。你动作较紧的啦！哎，进去啊！啊，出来旧厝要创啊啦！莫问遐济啦，你去就知啦。你到底伫冰箱放啊？莫问遐济，紧你去啦！好啦。哎，坐咧。进去啊！啊，这卖冰箱里拢无啊！啥物人来？刚刚想问他送你回来。啊，有代志讲，较袂用的，你伫个遮是。莫问遐济啦，我袂用你去啦。你笑歹你。娘。你哪在吃啊？阿嫂，你把我阿兄带来遮是啥物意思啊？我著惊你阿兄受气啦。啊，有一句话吼，我唔敢甲伊讲啦。我唔只想讲吼，你才带伊来，何你甲伊讲啦？阿叔你，哎呀，林姐啊，有话直接讲啦，我无心情甲你伫遮乱啦。你家己问你宝贝小妹啊，看伊做啥物代志。到底什么代志？我知啊啦，叫你开嘴甲庆元啊借钱吼，你阁无办成对无？啊，你这个三夫人吼，是啥物三夫人啊？一点地位就无啦！我就甲你讲过啊，杜庆元甲洪太后好势就好啊，啊，啊，你这是为着保全你的杜家地位呢？惨啊惨啊！阿嫂根本是超工的，今仔若是被发现，就害啊啦！这，哎，这拢是查甫人啦！你笑，你哪能这样？你赶紧别出来，出来！你到底在创啊？啊！咱媳妇受气，你听我讲算啦。我跟随你是真心相爱。你讲啥？你卖袂记得哦！你当当当家三夫人呢？我本意话小妹呢？啊！你当点这款卡笑啊？
你真正是卖计小啊，杀了本家的民主啊！啊！啊！下跪了！阿爷，你不要进来哦！丢出去！你替我来保护皇位啊！今嘛，我接阮小妹扳机，你叫阮本家搞搞哦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好啊，啦，彭艳华，你听好清楚，修保护费，还佮你小妹，迄拢是恁家己甘愿，我也无强迫恁啊，敢毋是？你是低估大人的糟糕，啊！你敢搞枪响？你阿爷，阿爷，阿爷，你莫乱跑！响啊！哎，救我！阿爷，阿爷，你唔惊？我去甲低估大人，将你的代志拢揭出来吗？惊哦！我你讲。你若无想要我去坐第五台，即马随我走！放走！陈爷，陈爷，你敢进来？你敢清洗咧？你，爹，敢等伊？张顺义做伙偌久啊？我无需要任何代志，拢甲你交代。迄个张顺义是啥物卡潲啊？高奴才呢？拄只咧旧厝的时阵啊，我就讲要将伊的代志讲给知府大人知，伊我来随走啦，敢有甲你看一下？我不准你安尼讲伊啊！你莫有嘴讲别人，莫嘴讲家己。你伫咧知府大人的面前。嘛是一个高老仔。你真正是个天公伯啊，照打哦！你敢安尼跟我讲话？你干嘛？张顺义到底有你吃什么没有啊？你安尼真听伊？因为我的身躯边，无人参像伊遐尔啊注重我，都看来伊是真心爱我、关心我。我无听伊是要听啥？你讲这是什么笑话？你唔当袂记咧？你是王赛的人咧？王赛是安怎？杜建华根本就无爱我，迄款王赛有看也无，我当然无爱啦。杜建华这款有头有面的王赛，你无爱，你要去选一个什么拢无张顺义？你头壳来是底线来啊！你免阁讲遐尼济啊，我就是要甲伊做伙。大庆元什么款的人？你不是唔知呢？你的代志若是去予发现，你有什么款的下场啊？我才唔惊嘞！上好伊是去甲家里人，我顶多较快活啦。你去嘛？当初是阿爷是想尽办法，真无简单，才甲你嫁入去杜家呢，啊？你安尼好好三胡林歪做，开嘴合嘴要离言，你敢对得起我？我对不起你，是你对不起我。小姐姑姑讲是为我好，你根本是为你的利益，敢嫁你去杜家？你敢有替我想过？你敢有替我的感受考虑过？你莫讲到这么委屈啦，啊！你嫁入去杜家，真好真好啦，遐受荣华富贵啦。我敢一点功劳都无啊！哈那你嘞？那不是我，你有法到位度假，摕遐尼济好处？米克，你若要继续甲张顺义做伙，这唔若败坏咱本家的名声，你的一生就归个去了了啊呢？杜庆元国家哪无介意你？你也是人人尊敬的三夫人啊！听阿爷的讲讲啦，离开张顺义，乖
过来当你做三夫人啊？啊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离开顺业。你去嘛？阿兄，你若继续逼我跟顺业分开，那安尼我就家己去找杜庆华，讲出我伫外面跟别人斗阵的代志。伊若真正无我好过，你慢慢想要度假，得到什么好处？你敢？你才看我是不是敢？你这么是威胁我？我不是你威胁的，我讲的是事实。阿兄，我是你的亲小妹呢。你为了家己的利益，把我叫你去度假，我一世人的幸福，我的青春，拢总靠你毁掉。就算我今麦真正安尼做，安尼是有够算啥？阿兄，所做一切拢是为你好呢。放煞去啊啦！我好，我好。你甲阿嫂讲的好听话，已经有够侪，我听阿就算啦啦。我今麦就直接甲你讲。你若想要甲杜家保持即摆的关系，你就莫继续管我甲顺业的代志。阿那我，会继续乖乖听你的话，踮伫个杜家做你的女婿。我话讲到遐尼白啊，你家己好好考虑清楚，看是要甲即摆同款，个人做个人的，还是大家要拆破面做回事？要甲我做回事？我看杜庆云若知影，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？我警告你，杜庆云的代志，然后杜庆云知影，我赶走去杜家的门。我彭英华就无你你这小妹，因为彭家绝对无用阮，或者败坏门户，唔知介绍查某打你门。以后你所做一切，拢甲彭家无关系。我拜托你，你别安尼啦，我就是无后头厝。你想知后头厝的重要？我讲，你莫逼我安尼做。阿兄，别我讲，我是要来丢水伊，还是要来后头厝？自己选一个。我别我讲，就要给我等。乖乖啊，等去度假，等去。说吼，好无时啊，拖去同款啦。你家己爱说你的，伊若无，会安怎害死？拢唔知。天亮是因为要救我，才会受伤的。现在不知道有要紧吗？就算我干脆去骗我，我也应该过去看他才对。
嘿，当然啊，我今嘛哦，甲阿平改掉了，啊，人就愈来愈水啊。啊，你讲，虽然嘛未当产生我进前同款遐尼啊讲，知影无？知影。哎，新来的，就是咧甲你叫啦，过来。你娘亲，你起码阁是舞台顶的小弟，遐尔啊尊贵哦。啊，逐工闭伫个房间内底，无爱出来做生理，也无爱跟人交陪。啊，你来阮天水楼，到底是咧从啥哈？无代志，我是暂时住伫个遮，无歹接待人客。嗯，话毋是安尼讲啦，就算是暂时住伫个遮，嘛是要做工课。阮住伫个遮，拢有咧做代志，恁讲对无？对啊。那安尼，我要做啥？无，你即马去摕茶水红灯。我等姐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好啊。洪少爷，咱毋是要讲开不管的代志啊？是啊。我现在就是要带你来天水楼内底讨论的呀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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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水楼，哎呀，唔通啊，这是风月场所呢。咱是要讲正经的代志，这内底无适合啦。铁后生，这你就唔知影，一寡大生意哦，拢是在泉州这款所在讲成的。而且等你的铁后堂若是开起来了后，以你的身份甲地位，在阮大场埕就无同啊。所以吼，你就要慢慢惯习，唔通阁参像较早同款，遮尔啊避暑啊。原来讲是无唔对啦，严哥，这内底姑娘遐侪着，一句来一句去，啊，什么时阵轮到咱讲正经事？铁后生，这你就更加唔知影，就是家在有遐姑娘阿弟的，所以讲吼，就算更加大个代志，也是讲了更加无欢喜，和遐姑娘阿生奶一个，就所有代志拢无啊。欸听彭少爷安尼讲起来，遐个生理人唔是拢爱甲内底个姑娘说多些。遐个姑娘遮尔啊厉害，啊唔知有水无吼？但你两个遐好奇要创啊？哈哈，铁后生，唔通甲你个徒弟遐受气啊啦！这好奇心哦，大家拢有。人讲哦，用讲的不如用看的。我看吼，咱即摆大家就来看卖一下。恁就会知影讲，我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嗯？哈哈。你这个狗囡啊，你代志甲我无一寸，害我今晚才惊出去哦，去让人安尼叽叽嘟嘟，真正有够无面子。你抓准我想要安尼做，我之前就甲你讲过啊，你就是唔听啊，今晚不敢安尼，你怪我。哎。啊，唔怪你，无是要怪谁哈？啊，无这代志跟我抓出来啊！啊，你要讲白才骗人。啊，我敢我给你教的。啊，你啊，就算讲你有委屈啊，你有苦衷，啊，无你咪少甲我讲一下。我无甲你讲，当初你若是听我的，代志就袂不甲这么歹看，你嘛袂歹做人啊。好西吼，迄看起来吼是一表人才啦，想袂到我那是小弟哥不输鬼。我去内底看姑娘，你有意见啊？陶姑娘，咱敢有足熟的？
但这世人啊，敢那阮阿娘捌管我，你敢会管伤济啊？谁管你啊？我是看袂做迄个假正经的啦，那是小狗休想滴我管。哎，唔对，顶边你是讲我是啥物？起笑会使，那起笑会使去天水楼看姑娘，这嘛真正常呢。对啊，因为天水楼的姑娘，伊伫面地馆的头家娘个少年，所以啊，阮叔个甘愿去天水楼，嘛不愿意去你遐啦。我即无嫌你这份人去。干嘛呢，头家娘？我看你是惊去予天水楼的姑娘比落去，所以才无愿意阮叔父去天水楼，对吧？你可能超过啊你，哈！好啊好啊，你别讲。头家娘，但我铁锅汤真正要开安尼，归去啦，恁囝给我教，较免伊哦安尼气心落命。小丽丽，我们去内底讲开武馆的代志，到你来。哼。是啦，这位公主啊，等我的铁锅汤若是开起来了后，绝对是咱大稻埕上大景的武馆。我甲你保证，你若是会当家己，对你来讲是有好无歹哦。先卖管这剃好师武功好啊是毋好，我若是去剃好长，至少以后毋免伫厝内听尔细细念。哎，你是搁咧丢丢啥？即马干了阮两个尔哦，你若即马去卖的话，搁会当占到一个好位哦。我带恁去。啊！哎，不准你去！阿娘，我已经答应人了。答应是安怎？迄种吼是迄个不输过查甫要看姑娘的所在啦。啊，咱是清清白白人家呢，你袂用去啦。啊，不过，什么的不讲，给啦，我来走。阿娘，哼，啊，这对母仔都趣味哦。好了，铁老师。咱讲进厝较紧，来得请。来请。哟，冯少爷，这久无看，赶快要找新人小姐哈。今天我请新人姑娘出来。哎呦，真歹势啦，伊拄出去尔，恁小出路啊。哦。阿西，你别看我再来。免啦，我有人来遮讲代志，今天要去准备一下。好啊。来得请，要在，请来。好啊，吃台风少爷。是。冯光亮，是你啊？有什么代志？你的面相，咱看起来不是介好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我无什么代志。啊！你啥呐？你这是受伤哦？我看袂影呀。啊，免啦。来来来，你先坐落来。你到药大夫看啊。你看没啊？免啦。天牛，我拢未歹势，你是咧歹势啥？迄空嘴脑发红，是变哪啦？来，我看没。已经发红啊！我替你抹油啊。是讲天牛，你敢有感觉拄只冯公牛讲的有其他意思？安怎讲？我拄才为伊的眼神，感觉伊讲的话，不是遐尼简单。你想想济啊？不是我想想济，我会感觉伊方拢真准的啊。拄才帮公牛，不是有讲，因家的人若是决定一件代志，就无可能遐尼简单就改变。我
相信伊明仔在讲办公室对我的感情，嘛有可能是在讲伊对你。会作听，你要忍耐者哦。你即摆无方便，家己抹药啊，我替你抹啊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。多谢你。那恁家己保重，无代志安尼，我先来走啊。我送你。这款药啊，一定是新来个过，应该查无，我去调去。天天哦，嘛就看到啊！你搁想要解释啥？我本来廖春公，你只是阮妈半天的代志，今麦看起来，惨像唔那安尼啊？唔是，你听我讲，你讲恁只是朋友，啊！不过我拄才看到伊遐尼关心你，搁替你抹药啊，搁卡戆的人嘛看会出来，恁两个人绝对有暧昧。心兰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啊！你到即摆阁唔肯讲实话，我咧一届阁一届相信你，啊！不过你煞一届阁一届咧欺骗我，你根本就是相敢打相准，我是要安怎相信你？哈！你跟我讲啊！我今仔就忘我家己，谁准会跟我的心交予你这款的人？再听你讲讲！心兰，心兰，心兰，你莫安尼好嘛，心兰！我今仔就。谁准会跟我是搞你这款的人？你给我放开！心兰，你较冷静嘞！我跟你讲实话。你大家拢讲你是讲实话，啊，不过我一句是真的，你给我放开！我敢放你天机，这机密，拢是因为你。你会才肯帮伊听，是为着林母。帮伊听，帮伊听，为日本回来台湾。我发现，伊武功就好，常常穿黄衫、服兵、四界查探，我勒感觉伊足可疑。所以我得接近你，想要知影伊的背景。心兰，我会记得，你捌甲我讲过，你阿娘从来捌提起有关你阿爹的代志。那安尼，你阿娘甲我讲过，你是倒位人，也阁有你是倒位出身。
所以你会接近我，也是为着林波。你看我，你现在怎么不会答话？你不敢看我的目睭，是不是因为你心虚？原来我根本就无识识你，你到底是什么款的人？你紧回答我，你现在怎唔讲话？不完全是，不完全是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头一次，我伫咧街仔路，替你把老毛赶走。迄个是拄好，过来，我因为林文去天水楼见过将军大人，不过我看到伊欺负你，所以我就出去把你救走。迄个嘛是我的本意。后来我介意着你，佮因为我佮你较亲近。所以才会接受调查你阿娘的任务，心兰，我真正就喜欢你，请你相信我。所以，你若无任务，你敢会接近我？老实讲啊，我求你，你紧跟我讲。我唔知呀。原来，咱两个人感情根本拢是假，这一切拢是假，全部拢是假。是啊，唔是，你听我讲。不管我对天良有偌用心，伊的心肝内，也是只有心兰姑娘。天良，本姑娘，你搁伫？我拄则看你安尼雄雄公公走出去。我哪会放心离开啊？拄只迄罐药啊，真正是新兰姑娘放的，对无？那安尼，你敢有找到伊啊？哪会无看到伊，甲你走位倒来啊？是不是伊看到我伫遮？所以误会咱两个。你唔要想伤济，我无代志。天亮，有代志无代志，敢讲我看袂出來？是你无好好家解释，还是唔肯听？若有需要，我会用替你解释。阮爸爸拢是查某人，我讲的话，我想伊较听会入去啊。你真正唔免烦恼，我甲新兰的代志，我家己处理，多谢你的关心。本姑娘，我真正无代志啊，你会用心回去啊。好，那呢，我先来走。
天亮，你敢袂当甲我讲，我今仔应该比咱早做才好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你是为着礼物要接近我。咱咧彭公牛对你的情意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敢讲你嘛为着林母要接受伊，你叫我要安怎忍受，要安怎相信你？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你停下，停下，停下。心兰姑娘，心兰姑娘。等大夫，你好。你唔是拄好等个天水楼，阿麦白好阿休困，搁一两走出来。我是有一挂代志啦。哦，你看你啦，面色遐尼歹，应该伫厝内好阿静养才对咧。我会啦，多谢等大夫的关心。袂啦。啊！这两天我看到关老板为着你的代志，这么担心，搁惊吓，我看了拢不忍心嘞。我知影，陈大夫为着要救我，嘛斗相共真济，真正就多谢你诶。哦，没啦。啊，这吼，甲恁两娘对你的关心比起来，无算虾米啦，对吧？阮阿娘，你讲诶。应该是关老板啊。哦，拍摄拍摄，我怕平常时啊关老板对恁的照顾，都参像恁的亲生阿娘同款，我咧纯粹啊讲出来，拍摄拍摄。不要紧啊，啊，阮关老板本来就对每一个姑娘拢足好诶，所以就甲伊当作是亲生阿娘同款。是啦是啦，啊你吼，啊好好保重家己啊。那是恁关老板啊，我看到吼，蛮替你烦恼咧，吼。我知影，那呢，我先来等啊。好。心兰姑娘，你完蛋无？你的手，你这么冷，是不是人无爽快？无啦。无紧啦，啊不，你上车，我送你回来，吼。天水楼，心兰呢？是不是又走出去啊？是。这囡仔真正是，啊，身体这么虚，搁唔好好休困，四界咧爬爬走，到底是走去倒啊？想到都袂当让我放心啊！卖讲遐尼济，给我约房间约配好去，对。哦。丁玲来，赶紧准备烧水甲面巾。紧去准备。是。玉冠，我哩路下拄到新郎姑娘，看伊面色真差，身体阁真虚，亲像要昏倒共款，我着赶紧送伊倒来。多谢你，免客气了。我这边给扎扎了眉。请你原谅安尼的自私，无法度予你佮你的阿爹受累。我已经有找人吼替恁好过八日，阿嘛经过日子啊，无就安尼决定，较早办办的啦，较安心啦。是啦是啦，多谢小姐。小姐，
看到你我就欢喜，我就惊你今仔日阮阿兄发现咱的代志了，你以后拢唔敢再来找我。我嘛足惊，我嘛惊讲你阿兄会不择手段来阻挡咱交往。你应该无想到我会来找你哦。对啊，我拄才入来时，听下卡手人讲你身体无爽快，敢咪是因为昨昏的代志，你去遐破病？我会记得你捌甲我讲过，你真英雄天良。你莫抓准你是地府代理身躯边的人，我就唔敢拍你。你做一个禽兽不如的代志，我拍你天公地道啦，洪老板。代志慢慢好开，兄弟对你真重要。像这出新娘子，我才发觉到天公伯也就疼惜我，好像找到你。因为有你，所以我才当得到我一世人都唔捌有过的幸福。不怪哦，不怪我伫庙里有看到新郎姑娘，替你点的光明灯，恁两个感情是，敢若头家娘甲新罗这么简单。你那遐晚才回来啦，明仔载就要见啦，还唔知影讲较早回来过阿听尔。还阁想讲你甲恁翁会生几个囡仔，听来听哦，生几个孙，阿爷孙遐个囡仔，是毋是参照你共款，这么高处意，阁这么大心，嫁掉比较亲密。我娘反悔啊，袂当挖水呢。我敢袂当卖酒船啊！你真难命啊！救人！救人！